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5月31号的《观天下新闻》，我是李一凡。新北市从6月8号开始，每周六日都会在平林老街热闹展开“新北好茶真功夫”好茶行销活动，消费者现场购买新北好茶就可以获得独家限量包种卡，市府也欢迎大家踊跃前往。新北好茶就是优质茶品，主要集结新北市各区的好茶。包含著名的文山包种茶、石门铁观音、林口龙寿茶、石碇的东方美人茶和三峡的碧螺春以及蜜香红茶等等，展现出新北市得天独厚产制各种的茶。我们现在目前新北市政府所耕作的茶产区的面积大概有1670公顷，那总产量一年总产量有190公吨。在这几年当中，经过我们的市政府的大力的推销以后啊，这个平林的茶叶可以说这一年比一年的一个价格一年比一年高。农业局表示，这次活动除了有春茶小旅行、自由行程外，让大家亲自来到茶园参加茶农采茶制茶的体验、茶园健行活动、品茶等轻旅游，更有新北市政府独家设计限量60份的神秘伴手礼可以抽奖。平林茶，帮我们的碧螺春，帮我们的蜜香茶，好，帮我们的铁观音，还有这个龙井啊，等等，都推得非常好。那所以在接下来活动六月份，各位看到这个春茶小旅行，在平林地区的或者是在茶区的这些小旅行，六月份的时候，农业局一系列的活动，那等一下主持人会讲。那新闻局啊、环保局啊、其他局处，我们7月、8月就接力，到时候我们7月、8月会有再有新的活动来延续这个农业局的在我们的茶产区，不管是平林啊，或者是相关的石碇地区，然后再来延续这样。我们农业局也会加强来检验我们那个茶的一个，比如说那个农药的残留，以及所有的相关的一个应该检验的项目，我们都非常注意，也要让我们的市民都能够吃到安心又健康的一个茶叶。那另外在这边，我们从6月8号开始有办了非常多的活动，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都能够来共同参与，你自己亲身体验到茶产区，了解如何采茶，如何去这个茶农的辛苦，也让各位能够来参加，以后能够体验这个茶农的一个辛苦。新北市政府也利用新北市优质茶品文山包种茶，独家推出包种卡，取其谐音包种，让民众能喝到文山包种茶，更能用到文山包种茶。只要在活动期间到平林茶叶博物馆旁的好茶展售会购买茶叶，就可以获得。记者冯锦强，市府报道。